天去了，9:42。拜拜。拜拜。
GPS 呢？等一下来开吧。行。吹过来。
融合掉了。像外面风声很大，这里就没什么风。上往下的风，树林挡不住，没了。看下面这个凹槽，风都有左往右吹。松了吧，唉，松懈欸。出不来，所以也不用往上爬啊，难度这么高。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哎呀！好热，好热，热热热！
面积有点雪，雪碧呢？好，刚摔进雪堆里，流了点汗，也不叫流汗，冒了点热气。那今天就练习，稍微插进一点深雪吧，看看那感觉。刚感觉是越陷越深，就动不了了。深度有40公分吧。这次试着把两只脚合并一些些，重心稍微朝后一点，差一点点就好了，也不要跳多深。全身都是血，松松的，椅子上也是，就踢了这一层。先走，用走的快，要走很远呢。还有滑吗？还好滑，我刚想说往上勾一点，结果深雪这么深很难爬，就这一点，所以不能往右滑。走比我快，我等一下会超过你。
当中我一起坐上去。你也滚进去啊！你要想说往右拐的。对，那你们推的就是我。我没有看到，可能我们摔的地方。他先想说拐一点，是去大坡的时候。这件事证明了我们爬不上去的，因为你也踩到，你也踩到快膝盖了，对不对？没有，应该是说，你就要反的好不好？你就要反，你是就是觉得没有，他们应该没吓到。然后。我只是想要偷嘎机，想要滑出去的时候冲上那一点，这样就要折下去了，就冲去。我大概撑了一阵才摔。我没有摔，我就趴下去而已。我也是趴下去而已，但是很难站起来，因为我到的深度这么深。没有，我觉得应该要到铁道中间一点，应该好爬。边，因为它还是太尖。没有没有，什么中间跑？没有，我在下面。上面好像没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踩不上去啊。我在那里。弄掉就好，不用擦干。算了，我自己不要。对啊，我是趁机，真是拿到对。我要擦我的嘴巴上面啊。哦、那谢谢你，我一定要脱掉。擦侧面，把它脱掉，变成结冰了。刚刚结的是正下方，现在又折结侧边。我然后想，我的嘴巴很重。嗯。你要不要一张？嗯。所以你花的时间跟我一样，不用了。所以你花的时间跟我一样，真烫啊！都是滚进去的时间。而且啊，我在一个，要帮你查一下。我在一个位置。那我的嘞？你哦，你是按钮那附近。这是什么镜头？不管了，镜头不管了，镜头在哪里？镜头在哪里？镜头就放在哪里？我要插哪里？都不用插了。你是说有锈的感觉哦？我只说黄黄的，还是血？谁的血啊？我是脸太湿了，这样很难过。嗯，我鼻子有露出来吗？应该是没有啊。只有看着，我刚这里脸露出来，快冻僵。我是没有，你那上面都冰块了。哪里？右侧的脸，右侧的面罩，再往后一点，接近帽子那边。对啊，都是。你也是啊。嗯，差不多。要我帮你拍吗？不用，因为我现在那个上面又粘上去了。因为我现在没有冷的感觉。不会冷啊，身体是不会冷。嗯。帮你把这个按钮附近。不用了，不用了，按钮附近就不用理它了。你的卡就在旁边去，对不对？长看我的。呼吸关节，我是死病。因为呼气啊，一定会粘上去。而且我忘记吃药。什么的？鼻子的。哦。地方都有。会流鼻涕就是有点麻烦。人中招了。哎呦喂啊！那我这样湿的要放哪里？放回去口袋。只能直滑啊，也没别的滑法了。现在还可以直滑，不会跳跳，下午就会跳跳了。你对本来说一直说要旅州那边，那边你是想要怎么上去？你说那个大斜坡那边走上去吗？嗯。他说什么？また天候の変化によりこの後一時延長させていただく方もございます。不会一小一点就要关了吧？再开一小时。Thank you.
小速度。要变慢。若天气状况不佳，有可能会暂时停止。造成的不能进行变量。直跑直跑。你看上面那个风向条。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在树林间真的被真的遮了。对啊，被遮起来了。但是一开始出发的时候，真的晃了一下。你看上面那个风向条，转到某个程度就会自动停下来。啊，放放。要等快走，他们会比我们快。你要走快一点，不然你等一下要落后了。我们开始滑的时候就会比你快了。你看我已经开始觉得滑了。不然你跟着啾啾后面，速度会比较快。啾啾走了。你能走五步吗？你搓棒棒也搓不上去。不管用斜板走就已经算好走了。你看要踩多深，所以我觉得走不上去啦。欸，那里有人，专业的。你要跟着他后面走上去才行。不要，因为这个是深雪，我们也不会滑。我们没那个技术滑。对啊，我们不会滑那种雪道啊。也不是不够宽，技术上我们也没有学会那个技巧，这个还可以滑。你看现在走都走不出来。我不是要走啊，我是要转头。你这样转的也滑不出来啊，你要用走的。那走到这里才踩得到，不够斜啊！所以我们要先练习那种感觉，就是尽量擦边边就好。对啊，爬不上去哎。而且你看，它有专门的飞带，要有那个飞带才好上。所以我就放弃啦，爬上去太深了，很难爬。他们走了吗？那走了，直直下去了。我们一下就会超过，你们快，能多远？我们可以靠边边滑。会稍微慢一点，不要在这里，这里就。
跟着轨道走会比较快。慢慢第一个，你先，你是要第一个，你第一个走，你赶快冲过去。你有去滑边边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右脚有比较努力一点点，踩一点点。这里，这里，右边那边。很好啊，对啊，但是又要花力气出来了，又要花力气出来了。比较热身哦，真要命！完全看不出深度，哎。经验还不够，嘿咻，谁看得出深度呢？我一开始就要病老黄了，太小，太小，啊，要冒了一点蒸汽了，
太小。跨境双学两次，双双。走右边。
在后面吗？谁？掉在哪？很难的。你有开启寻找我的 iPhone 吗？要趁现在，我先问，等一下就等到没反应了。有开，先 Barry 手机搜寻一下。赶快趁现在，等一下。搞不好现在就已经他冷到不行了。在哪里？在哪里啊？你在这附近吗？如果是滚进去很难欸，光是掉在平常雪道，就有可能被雪盖掉了。那是哪里？你记得吗？哪里？不知道。要找有坑的地方。
不是，你不要挖那种高起来的地方，高起来就是没有人躺过。你要找有人躺过的地方。好，找到了，找到了。哇靠，厉害厉害。还找得到。舅舅小心啦。他连镜头也掉，这整个口袋的东西是我摔的。你那是有拉链的吗？有拉链，可是那时候可能没拉到。哦，我看到我的镜头，嘿嘿，哟，找到了。他知道，他知道，他在穿鞋子。那我现在拿回去除湿了。不用啊，你这样塞着就好了。太可怕了。哎，除湿，好吧，你用手摸摸它吧，把上面的血扫掉就好了。你要感谢那颗镜头。对啊，就算你掉在雪道中间，过五分钟都找不到了，因为雪会盖它，雪会把它盖起来。回去抱一下镜头。怎么可能被压坏？前方点过去，他就会送服务台了。好了，拉链拉起来。他在站那边，手摸血票，摸着摸着就掉了。固定的动作都是收好东西拉拉链。哎，嗯，好。哦，靠，这里为什么也那么深？抽不下去，抽不过来，陷下去。越中午越深啊。一定正常的啊！吓死我了！我全身都是汗了。
太厚了，太厚了。整天下呀，整天下，飘啊飘啊飘。这样又恢复正常速度了吧？虽然还在广播收编嘛。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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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咻！不是要试啊，不要，你们不是要，没有，不要爬。你刚那个，我们爬两步就已经不行了吧？那种深度怎么爬得上去嘞？我们去走那个人走的路上看。不要，也一样。那个人搞不好穿着草履虫，我们连草履虫都没有，而且那个人有他的板子背包。对，要换板子。啊？
下来的时候，哦，后面的人拿上。跟雪自己练啊！我已经进去，不是，对对对，第一有斜度，第二姿势要正确，第三教练讲过，我们才不会有心理的阴影。就是身体要往后躲，然后你板子要尽量并拢。但是说是这样说，但是没体会过，所以也不知道。没有没有没有，你转弯的那时候你要速度很快哦，而且你进一进去就要赶快出来，因为越来越慢。我是不敢再试，我已经滚两次了。好啊，我把你录起来，一定也会滚进去吧。深雪。对啊，深雪，深雪的滑法完全不一样。
到这里。我觉得镜头有点朝上。能吸起来怎样？超微妙的。哦，这个是那个暖暖包了。太小。11.08。太小，太小，哎呀，哎，嗯，够了，够了。现在我觉得风没有那么大，呦呦，这么坐下去，上面还隐约看得到太阳。
像你这种大风要吹过来的声音。咻。就到这边了。从后面一路吹到前面哪里？忘了看雪场地图有开放的雪道是哪些，应该也都是全都有开放，只是缆车只有开这而已。哎，上面那个风向球转个不停啊，超强，风太强。
下，这边很好下。有点空空的，没有昨天多。好多好多好多。出来了，剩下都是薄微那种小小的。好，帮我关相机。我刚好自己练倒溜，然后插在雪里的身上。哦。但是那也不算摔倒，只是躺下，对不对？完全没有摔的感觉。我今天就是去变成进去滚了两次啊，两次就是动啊，就躺下去。他们是要去哪边？对啊，有讲好去哪边？没有。啊，那看看，没在偷，那应该是执行的吧？花了两个小时。要一定要休息的，哪有硬撑？就体验的那个、啊，体验的升雪很恐怖这件事。嗯，风就会。人家都说进去一定要。这是那个嘛？跑不出来。什么运动定律啊？我还想继续往前啊。对啊，身体对啊，一定的啊。我两次都是右脚脱钩这样。那一定挤满了、啊，然后这些 JR 停行一定走不了啊，那咖啡厅也不用去了。而且我刚刚说我捡到钥匙，后面回头再讲还是啊？好，第一个，如果你三步。没看到他们啊？哦，他就发信息啊，坐着发信息啊。没得坐啦，跟我预料的一样。怎么会有座位呢？外面都挤了，要不要坐边边？喝个饮料也很好。是啊，你要巧克力酥片吗？那我就不能吃外面的东西。嗯，那就算了，只能站着喽。整理一下，
都是雪。不要不要，先不要。冰的，刚刚觉得什么东西卡到我鼻子，结果是冰块。那我不可能回房间吗？那我踩着脚回房间吗？不可能踩着去。我还没看呢、啊。你、这些男字，我还没过完呢。